介绍一下，怎么是你啊？大家好，我很立光给光局。哦，光局你好啊，光局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你一直想当主持人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一直想叫，那你好好介绍一下。对对对，中间只要我跟你讲，你的接下来的介绍。 不要有吃螺丝，OK，就进入。啊，有吃一次螺丝就不好意思了，就没机会了。会有什么问题？好，开始。好，这个呢，使用的是虾酱作为主要的材料。哪一个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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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知道我念一念棺材一下吗？我想要是哪一个？你要念，你还不知道是哪一个？用虾酱哪里有虾酱？我来补。你那个是有虾酱。念完的你啊，你怎么主持的是芥末？上面有名字。前面上面有。 面包里上面包康，好，你要做那个 vortex 是什么？坐下来，哦，上面那个最高的那个，滑下来，好好好，那赶快去吧，啊，Go！ 黄德，是谁敢？再来假的？为什么？我上天不能加，不是上天不能下，上去又不能加。你有问人家吗？我从来没有玩过游戏，这算几次玩团队？我上去好了，你上去哦。真的？我以为两个都是 Vortex 啊！你怎么会？好，老弟，好，很累哦，加油。醒醒！我醒醒！我醒醒！小姐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我从来没有跟你一天这样可以应付了，你懂吗？I'm so sorry to myself。 你想一下，怎么会看起来这么多游乐设施？这比我上次骑那个开那个卡丁车没拿水还蠢。今天也可以啊。 这样看不到不行。对啊，但是那个人跑去哪里啊？完了，我把我的名字丢进去了，许望哲。你怎么竟在干一些蠢事？<笑>我也不想这么蠢啊！我刚才以为我自己很聪明，我说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，那我现在完全拿不到。 我们刚才你出现之前就已经听主谋说，听说你夺走了他的什么？超能力啊！吓死了！长相？你那么久？你夺走了他样貌，复制了他的超能力。夺走他的样貌？你有把剧本背好吗？我有，这剧本是难怪你只能去跑跑跑。就是我后来在友台参加了那个运动会，对对对对对对，然后。 我们其实很尽力，这边也很尽力，收视率是伯仲之间。是是是。哦，然后许梦哲就是他啊，在网络上放话说，等你这一季结束再跟我讲话。哎呦，哎呦，哎，再能绑票他。对，所以这是有原因的，好不好？还有吗？就这样。
你自己的演，我讲你投资电影，你也演电影，但剧本什么都不背嘞。我尊重编剧啊，我尊重原创。大家猜拳啊，猜拳啊，好不好？其实真的不可怕。等一下，如果是好玩的啦，如果女生不敢的话，再看谁要对啊？对，好来。黑白黑白我胜利。黑的出来，黑的出来，黑的出来。黑白黑白我胜利。好，白出来。猜拳吗？剩两个白的。洪刚宇，这样的情况之下，你还要猜吗？你还要猜吗？不猜，怎么又是你们两个啊？对，赶快赶快！我有，你刚刚到底在耍什么帅？你刚刚说的那个状况是发生在小刀身上，他在演唱会会场，他走出去会场外面，然后呢，准备要进会场的时候，把小刀拦下来，不准他进去。然后你是谁？然后我是歌手。好，你是歌手，你是哪一个团体的？5566，哎，你看海报没有你啊？是我，各位，这是我们演唱会发生的事情哦，是真的发生，他在外面半个小时，一直扣人家，哎，可以进去了，不带他的。然后他说我真的是五六，然后说海报就没有你啊。